历史建筑，帝国制糖厂台中营业所。Let's go。帝国制糖厂台中营业所新建于昭和十年1935年。一个整形前跟整形后，你剪这么宽，比较干净的，应该都把它弄干净这样子啊。啊？没有，重新粉刷。对啊，就是后面这里啊。以前的地板跟现在的地板。哦，这里也是。嘿嘿嘿。没有洞天。OK， 来到了帝国制糖厂。以前日本就是被把台湾被日本统治，所以我们就是负责产蔗糖给日本。没有，就是这栋制糖厂。之前在的新时代啊，新时代那边看过来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湖泊，就是这个湖泊，就是这个湖泊，哇，这个环绕着制糖厂的一个湖泊。小时候以前都不好奇这边有为什么那么大的湖泊吗？没有，你都没看过吗？感觉遛狗很方便、我就觉得很好奇、你有好奇啊、对啊，这边都没有看过，这边荒废，这边超荒废。之前这边是超荒废，这边不止这边荒废而已，远远看都超荒废。想说敢弄起来还蛮漂亮的 ，OK， 可以下次再带狗来好了。对啊，下次可以拍啊。对啊，然后下次带狗再拍一波。不要狐狸。对啊，以前看就是像这样子啊，空拍机这样拍下来这种的。以前看就是哇，干中间那么大一块湖泊都荒废在这边，不知道干嘛。现在重新整治之后就很漂亮。CCC。OK， 在制糖厂前面的这片绿地就叫做涌泉公园。很特别的是，他们用之前的一砖一瓦做装置艺术，这个是一种物尽其用，蛮融合历史跟新的建筑的一个设计。Good， 不知道啊，反正他大概想表现这个意思。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之前的一砖一瓦，因为我看到好像太多了，多到一个不太像是原本的一砖一瓦的感觉。啊，睡睡睡，大家有空可以过来走一走啊，滋润一下。那这边的造型是这样子，弦乐广场，弦乐广场在那边嘛。那现在还在盖的是，哇，文明之基还在盖，你看到那个长颈鹿了没有？之后就是应该是文明之，满月子轮啊，刚刚我们看的那个高高的，就是满月那个什么文明之基啊。然后他现在在盖满月子轮，然后现在只盖到慢坡阶梯而已，还有时光痕迹轨迹啊，子轮，等盖起来后再来拍一波。